边101饭前场回，然后也有可能是我台北的最后一个，所以就很开心大家可以来到这边，然后真的很感动，然后希望大家不要晒太阳，会变得黑，然后会冷汗。OK， 我们要带来的第一首歌是《爱你》，然后很开心能够请陈伟这边就是来到这边，然后我们要唱 acoustic 版本。OK。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那么的难，但是后来因为觉得就是很开心，因为可以唱歌，然后可以做我最爱的事情，我觉得后来就觉得很顺，然后很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希望可以就是多办一些活动，然后就是可以maybe 开始写一些歌，因为我希望 maybe 第二张专辑可以是就是全部创作。其实拍一位电影我刚开始也很紧张，因为我以为我不太会演戏，但是后来到那边，然后很谢谢 Sony 的 Phil 就是跟我一起拍的，然后后来就拍得很顺，然后我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台湾就是拍偶像剧之类的。最想跟哪一个男生？我觉得最近还是贺军翔啊。听说之前有工作人员送你贺军翔写真，对，有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因为我朋友本来要帮我买，但是后来他说就是他不知道要在哪里买，然后我就很难过，然后我有上网去就是 follow 一些他的照片，但是后来终于被送，我觉得很开心，然后我都有贴在我房间上面。所以最近这么多男艺人拍这种很性感一样，对对，还是最爱贺军翔，还是有其他人选？我其实还是很 loyal， 我还是很爱贺军翔，我不会离开他。他最近在筹备演唱会，对，那个 Coco Loves 的红星之会，对对对，没错。其实我很开心能够参加这个活动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，很喜欢做公益的活动，比如说就是慈善的中心，我觉得就是可以帮忙他们，我觉得很荣幸。然后就是他们有请我到那边，我就很开心。然后就是希望我那一天可以唱歌好，然后给大家听，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。就是我的宣传服都是我跟公司一起选的，对他们都会包括我的意见，所以我很幸运 ，Sony 都会就是问我说，你觉得你这样子穿舒不舒服？然后其实没有想到今天会那么的热，然后对，所以应该之后有可能会帮我做一个小洋装之类的。我7月7号会办一个KTV 大赛，然后就是现在有请大家就歌迷朋友们就是录一个小小的 cover song， 然后录爱你，然后把它上传到 YouTube， 然后就是我们会选一些幸运的朋友们，然后可以到跟我一起到 KTV，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唱歌，然后就选一个冠军，然后冠军有10000块的奖金，然后第二名有5000，然后第三名就有 Dylo 我新的就是服装。嗯，对，谢谢谢谢。